法呢，就是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加副座，就是或者是半加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两手呢做这个灯影，就是做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自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圈，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勾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手都这个做金刚圈，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热热乐乐，嘎干嘎干啊，咋咋咋咋呢？咋唱咋咋呢？哒哒哒哒呢？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热热乐乐，嘎干嘎干啊，咋唱咋咋呢？咋唱咋咋呢？哒哒哒哒呢？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热热乐乐，嘎干嘎干啊，咋唱咋咋呢？咋唱咋咋呢？哒哒哒哒呢？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嗡耶达玛耶达扎巴瓦耶腾德肯达坦嘎多，哈呀安德腾肯扎哟努罗达。Yang bada ma kama na soha. Om ye da ma he da cha ba ba he tan te ken ta tan ga to. Haya an de ten ken za yo no ro da. Yang bada ma kama na soha. Om ye da ma he da cha ba ba he tan te ken ta tan ga to. Haya an de ten ken za yo no ro da. Yang bada ma kama 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喇嘛耶当观住所南无，当解求当八佛根等那，当当住持给比将僧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喇嘛耶当观住所南无。当街求当爸爸跟灯啦，他当住持给别家僧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喇嘛耶当观住所南无。
dadam do je ki bi ja sam che dadam da yi sim jin na ma yi ne sa jie yin ba la yin ba ra xie ba da ni de cha jin jo de sim jie do dadam da yi sim jin na ma yi ne sa jie yin ba la yin ba ra xie ba da ni de cha jin jo de sim jie do dadam da yi sim jin na ma yi ne sa jie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密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这里想跟词叫我对接成那边来嘛，你没本作家老所然的光觉多半破的心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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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那一首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今天讲的茶杯法里面有一个清净心经和还有这个观修大是八种大法愿，就是首先第一个清净心经呢，虔心和真心发心，就是皈依和发虔心，就是皈依和发心，就是前面一样的。然后这个是主要是华严经的这个精心品里面就是讲的比较广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就是早上如方子的时候呢，就是如方时，就是也不是早上啊，就是凡是这个如方时的时候，就观想愿一切众生得到这个解脱成。晚上这个睡眠的时候，要发愿就是终生获得佛身啊，就我们睡的时候这样想。然后做梦的时候，就是观想愿终生呢，就是证悟这个如梦如幻的这种境界。早上起来系腰带的时候，就是观想啊，愿一切众生就是戒上三愿，就是啊，就是就戒这个三愿。其实《华严经》里面每一个行为都是要观这个众生或者是解脱有关系的。就是修行比较好的人呢，就是都会观想的；修行不好的人，都可能刚开始一天两天想一想而已。然后坐在垫子上的时候要观想愿获得金刚座，点火的时候就要发愿就是焚烧烦恼的这个心财，火燃起来的时候就是观想
燃酿了这个智慧火，梵树是发心，就是得到了这个甘露啊，就是智慧甘露。金蝉寺发愿众生获得禅定寺，外出时观想愿众生从轮回当中就是获得解脱，就是出门的时候这样讲。下提寺发愿愿去入轮回，离入有情啊，就是下去的时候，就是下楼梯啊、下电梯啊、下什么这个梯子都可以。就是这个时候呢，观想就是利益众生。我们这里电梯有没有？然后开门时就是发愿，就是开启解脱门。关门的时候呢，就是要这个堵塞恶趣的这个门呐。就是今天我的院子门差点没有打开，就所以我已经就灌进了恶趣的门。然后刚才好几个老和尚来在敲敲敲敲，结果才生锈了。这时还是其实不应该开啊，就是应该关门的话呢，永远堵塞恶趣的门。上路的时候要发愿去入圣道，上心时发愿一切众生相属三趣安乐，下心时发愿决断，断绝善恶趣。遇到众生的时候，发愿就是亲自见到佛陀。落轿的时候观想，或者发愿就是饶益有情；抬足时观想发愿就是拔除轮回的这些痛苦和烦恼。看到就是一些佩戴就是各种装饰品的时候呢，发愿就是获得了这个相好庄严的这个佛身，或者是这个相好之事。见到无有装束的这个人的时候，发愿具足清净功德，啊，就什么都对修行人来讲是，有装饰也是很好的，他也是一种表示；没有装饰也是，很这个有胡子也可以，没有这个刮胡子也可以，就是都是一种象征。见满气时要观想发愿功德圆满，见空气时要发愿过患无有啊，就是我们有些人见到这个出门的时候，一看到这个。空那个通什么就空洞的时候不吉祥，不要看，就怎么怎么就不应该这么想啊，出去过患烦恼都没有了，很吉祥这样想。见喜爱之众生时，什么愿这个喜爱正法，见到了不喜爱的众生时，就刚才有一个道友就哭着说，是我不想看到某某某某人，就是一直哭，就是那这个时候要发愿就是不喜爱有为法，就是他是代表有为法。不是坏人，见安乐是安乐之众生时候发愿获得佛的安乐，然后见到痛苦的众生时候发愿要迁除有情之一切痛苦，见到患者时，发心就是愿摆脱这个疾病，见到报恩者呢，就是向到这个发愿呢，就是报答就是诸佛菩萨的这种恩德，见到不报恩的这个人坏人的时候呢，就是要发心愿不报谢见之恩，他不是不报我们的，就是不报这个谢见之恩。见到反对者时发愿，发心呢，就是愿消灭一切外道；见到赞叹的这种情景的时候，观想愿赞叹诸佛菩萨；见到他人说法的时候，心里发愿获得佛的辩才；见到佛像的时候，有心里发无碍的见到了真正的佛；见到了佛塔的时候，要心里有发愿众生自因功处；见到了人这个境上啊，就是那些好多人在买东西的时候啊，就是或者是我们这也有一些小卖的，就是就等会儿你们下课的时候，可能有些没有关门，路上看看有没有圣者器材。兼任这个定理的时候，法院获得人天道色，至无间定相啊。
首先，第一个，清净心经呢，虔心和真心发心，就是皈依和发虔心，就是皈依和发心，就是前面一样的。然后这个是主要是《华严经》的这个精心品里面就是讲的比较广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就是早上如，方子的时候呢。啊，就，就是入方时，就是也不是早上啊，就是凡是这个入方时的时候，就观想愿一切众生得到这个解脱成。晚上这个睡眠的时候，要发愿就是众生获得佛身啊，就我们睡的时候这样想。然后做梦的时候，就是观想愿众生呢，就是证悟这个入梦入幻的这种境界。早上起来系腰带的时候，就是观想啊，愿一切众生就是戒上三愿，就是啊，就是，就戒这个三愿。其实《华严经》里面每一个行为都是要观这个众生或者是解脱有关系的。就是修行比较好的人呢，就是都会观想的；修行不好的人都可能刚开始一天两天想一想而已。然后坐在垫子上的时候要观想，愿获得金刚座；点火的时候就是发愿，就是焚烧烦恼的这个心财。火燃起来的时候，就是观想燃亮了这个智慧火；凡受是发心，就是得到了这个甘露啊，就是智慧甘露；金蝉时发愿众生获得禅定色；外出时观想愿众生从轮回当中就是获得解脱，就是出门的时候这样讲；下梯时发愿愿去入轮回，离入有情。啊，就是下去的时候，就是下楼梯啊，下电梯啊，下什么这个梯子都可以。就是这个时候呢，观想就是利益众生。我们这里电梯有没有？然后开门时就是发愿，就是开启解脱门；关门的时候呢，就是要这个堵塞恶趣的这个门呐。就是今天我的院子门差点没有打开，就所以我已经就灌进了恶趣的门。然后刚才好几个老和尚来在敲敲敲敲，结果才生锈了。这时还是其实不应该开啊，就是应该关门的话，那永远堵塞恶趣的门。上路的时候要发愿去入圣道；上心时发愿一切众生相属三趣安乐；下心时发愿决断，断绝善恶趣；遇到众生的时候，发愿就是亲自见到佛陀。落轿的时候观想或者发愿就是饶益有情；抬足时观想发愿就是拔出轮回的这些痛苦和烦恼；看到就是一些佩戴就是各种装饰品的时候呢，发愿就是获得了这个相好庄严的这个佛身或者是这个相好之事；见到无有装束的这个人的时候，发愿具足清净功德，啊，就什么都对修行人来讲是，有装饰也是很好的，他也是一种表示；没有装饰也是，很这个有胡子也可以，没有这个刮胡子也可以，就是都是一种象征。见满气时要观想发愿功德圆满；见空气时要发愿过患无有啊，就是我们有些人见到这个出门的时候，一看到这个。空那个通什么就空洞的时候不吉祥，不要看，就怎么怎么就不应该这么想啊，哦，出去过患烦恼都没有了，很吉祥这样想。见喜爱之众生时，什么愿这个喜爱正法；见到了不喜爱的众生时，就刚才有一个道友就哭着说，是我不想看到某某某某人，就是一直哭，就是那这个时候要发愿，就是不喜爱有为法，就是他是代表有为法。不是坏人。见安乐是安乐之众生时候发愿获得佛的安乐；然后见到痛苦的众生时候发愿要迁除有情之一切痛苦；见到患者时发心就是愿摆脱这个疾病；见到报恩者呢，就是向到这个发愿呢，就是报答就是诸佛菩萨的这种恩德；见到不报恩的这个人坏人的时候呢，就是要发心愿不报谢见之恩，他不是不报我们的，就是不报这个谢见之恩。见到反对者时发愿，发心呢，就是愿消灭一切外道；见到赞叹的这种情景的时候，观想愿赞叹诸佛菩萨；
见到他人说法的时候，心里发愿获得佛的辩才；见到佛像的时候，有心里发愿悟的，见到了真正的佛；见到了佛塔的时候，有心里有发愿众生子因果处；见到了人这个经上啊，就是那些好多人在买东西的时候啊，就是或者是我们这也有一些小卖的，就是就你等会儿你们下课的时候，可能有些没有关门，路上看看有没有圣者七彩。 兼任这个定理的时候，法眼获得人天道次，至无间定相啊。
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m.